有一位专门教人炒股票的教授，那股票从130块一股，呱呱呱呱呱，掉到30多块，先生来一拍大腿，把房子抵押了，贷款你买，买下去之后变成7块了，又过了半年变成了7毛钱，所以教授不会走路了，他太太睡不着觉了，没人治得了。投资，尤其是投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投资行当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也将随着大起大落。所以谁最能保证自己呢？是你那颗不贪的心才能保护自己。欢迎订阅金菩提宗师 YouTube 频道。